啊，终于开始直播了哈、哦！因为前面跟非常多的设备，因为他直播的那个方式改变，他后台变成要按直接直播，那个旧的这个系统不见，所以我刚刚在做设备这样子，非常麻烦。那我们现在就来好好的看一下他的剧情吧。勇敢なる兵士たちよ、今ハイラルは未曾有の危機に直面している。厄災ガノンの復活が予言されてから早数年、神獣を発掘し古代遺物の研究を進めてはいるが、とても十分な備えとは言えぬ。各地で魔物たちがこれまでにないほどの広がりを見せ、このハイラル城にさえ敵の手が迫っておる。まずは平原にはびこる魔物を打ち払い、厄災への備えの新たな一歩とする。震え兵士たちよ、出陣せよ。Thank you.
よし。これは。
要怎么过去？哦，对对对。R 加 Y 遥控炸弹。在哪里？没有控制到的。哦。哦，枪啊！我觉得操作跟《萨达传说：旷野之息》还蛮不一样的，从刚刚这样玩到现在。这应该只是同一个 IP 的作品，但是玩法实际上是真的完全。他这个我刚好发现一件事，他不能跳。但是其实打王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要利用一些闪躲啊之类的。好，来解决这边的人。这有一个大的，哦，被炸了。哦，偷偷出来了 ，R 加 Y。哎，他晕了。这个会防你。哦，他也可以那个，他也可以有子弹时间。枪在哪里？就这样。直接打这个好了。哦。那今天有去，哎，树也可以倒，哎，可以砍树。我要距离我比较近才可以。应该差不多。哦。可以操作它。换角色哦，按上下可以换角色。金帕奶奶。哦。哦，到哪去了？哦，金发奶奶可以飞耶。
起来。飞在天上有点不好打的感觉。哦，可以飞耶。好，那我们就操作他去打那个。哦，好强哦。我觉得伊帕奶奶很强，可以用火焰杖加 Y 打那个网来用。哪里哪里？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个声音？啊，时间要到了，是不是？他比萨达，就是他比那个林克强。可以放火焰。不能用什么的 R 加 A。 哦，还可以这样哦。这样是有完成还是没有？一群歌魔力不理出现。在哪里？不会是这里？我就先飞过去。过桥，指示伙伴，按加选单的同胞好像是，哦，可以叫他们过去。指示，哦，可以这样子。哦，呵呵，那么多棒！好像有光。
倒背。这样子你们看的会不会头晕？啊！哦！好像可以吃苹果。但好像有东西可以吃。哦，这里是……没有。啊，这有东西可以吗？要怎么加血？有点难操作。哦，东西。可以用绝招。放的还真的比较强，一刻就打好了。觉得林克好像不怎么强，硬怕奶奶强。就这样一关吗？这个是无双。这个小机器人是会长大吗？謎の塔。考えていても全くわかりそうにありません。这些东西都是《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里面的东西。なんです？お待ちなさい。何
难道动画播一播就结束了吗？还是我们可以皆操作这个公主？見事な働きであった。萨尔达公主。よかった。あなたも無事だったのですね。はい、姫様。ちょうどプラからシーカーストーンを。シーカーストーンに投影されたガーディアンのメッセージ。应该只有让我们玩一关吧。そこには、但我觉得操作还蛮。自分がゼルダを救うため、跟一般的无双是有一点不一样。時間を遡ってきたのだと記されていた。等下来玩困难看看。そのガーディアンと突如平原に出現した塔の調査を。刚那个英帕，英帕他在他在旷野之息里面，他是英帕奶奶，他是一个很老的、很老、很老的一个老人。可在这也是100年前，所以他很年轻。这个塔在这个《萨尔达无双》里面是要干什么的？战斗的重要据点。这个地图跟旷野之息一模一样。哦，可以这样子哦。哦，这个应该就是啊，这个哦，这个标志的话就是任务的意思。这个应该是，感觉是买东西的，还是，需要材料，哦，要把材料交上去，交上去就可以学会烹饪技巧，单手剑连击增加，所以我必须要缴交这些东西，我好像有了，所以缴交。哦，亮起来了，等于就是一个技能树的概念。哦，这也算蛮简单的。哦，再多一个。哦，对了，技能树的概念。所以这边是什么？获得真肉的食谱。好，这应该就是食谱的技能树。他用这种方式，下一个食谱就要来这里，所以我们要打下一个任务，这个一样吧。可以在队伍更改同伴的装备，在海拉鲁地图按加也能编组队伍。哦，可以换装备。67级的剑可以哦，所以英帕奶奶可以换一个13级的小太刀哈。哎，衣服也可以换哦，有纸娃娃系统哎。
哦，还不错。好。啊，他就没有衣服可以换了。好，那就这样。料理，哦，料理是给你一些效果，伤害提升5%。おいしそうですね。おいしいです。所以这样就有了吗？哦，这样就会有了。初级，还可以两个人游玩呢。所以这个是可以两个人玩的。好像是可以哦，很可以哦。謎のガーディアンに興味を持ったゼルダは、インパ、そして護衛役としてリンクを連れ、プルアたちの待つ古代研究所へと向かうが。这个第二个任务应该就是会比较多剧情，刚一开始是比较多教学的部分。这个东西挺可爱的。不会可以操作公主。この子はなぜ私を慕ってくれるのでしょう。あなたは何者なの？研究所でロベリーたちに解析してもらわないことには始まりませんね。そうですね、姫様。わ。哇！以前听到这个声音都觉得很可怕，然后盾反，盾反没错，就是这样。ガーディアンが。这里面可以盾反吗？なぜ？こんな時に魔物まで。怪物的出现。所以我们直接打墙皮就可以了，应该是。拿小短剑真的不怎么强。这样死了吗？被死了。所以等下可以用萨尔达攻击。可以换吗？哎，不行哎，不能用萨尔达攻击。所以公主要去哪？会掩护她，可是她要往哪里走？到达目标点。哦，所以我们要去黄色呢，走上面。可以走上面，好像不行。他一定要走下面，就对了。故意绕路还不行。
抓取器。哦，可以这样子用。这到底可以干嘛？禁止器也学会了。冰雪杖，所以可以这样。公主到哪去了？公主不会在前面吧？冰怕在这里。这是很无脑的割草游戏，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游戏，就是轻松玩，不用用什么头脑的。哦，在那边，使用金属武器对敌人按 R 加 B 磁力抓取器。哦，抓到了！哦，可以拿去打他。哦。哎。可以打他。所以这一站好笑。大蓝哦，守护者。哎，这可以用盾法吧？哎，不行啊！要怎么盾法？避免与守护者战斗，按着 B 加冲刺。哎呀，快死了！他说不能跟他战斗啊，我没有跟他战斗啊。
看了怎么怪？不能跟守护者战斗，奇怪。有好的守护者，好的是黄色。要干嘛？启动挖掘道的守护者。为什么启动它？啊！什么鬼啊？到底在干嘛？现在这个到底要干嘛？看不太懂。应该就是去黄色的那个地方。配都不要理，看起来好像是可以这样。哦呦！这个东西启动哦，可以啊。还有一个哥布林开始行，可以用飞的过去，可以。可以这样飞。哎，可以操作东西。
好像可以把他们叫过来。哎，不行。萨达，到了。前往守护者。啊 ，G 啊。什么意思？下面有个地方亮亮。说什么叫我用西卡之石？
私だって。シカ自身反应。来ないで。引导守护者，哦，引导守护者，引导守护者是什么意思啊？不太了解，是要把守护者带过来这里，即将败退。一般我
客人现在哪里？旅客为什么没有过来？你怕呢？帅哦！これには古代エネルギーと未知の技術が使われている。つまりこれはミーの知らない全く新しい方のガーディアンである。这个不是哦，他年轻的时候耶，那个博士。シーカーストーンを含めた古代遺物の力を増幅させる機能はその技術の一端に過ぎません。なるほど、だから私たちまでシーカーストーンの機能を。その上、この中にはウィーらが想像もしない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情報が眠っていたのです。はーい、ジェッキー。このガーディアンに記録されていた写真をいくつか取り出してみたよ。お、これは。うん、まず間違いなく厄災復活直後のハイラル城と言っていいね。内部から情報を取り出したはいいものの、その大部分が破損しており、ですが今後解析を進めればまた何かわか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これが厄災が復活した後のハイラルの姿。こうなってしまったらもうハイラルを救うことなど、これまで考えてきた対策のみでは足りないのでしょうか。もしも厄災を封じることができなければ、いえ、絶対に防がなければ。可是旷野之息不就是因为没有封印成功吗？大魔の剣とハイラルの姫が宿すという封印の力。驱魔之剑。そして各地で掘り出された四神獣の力が不可欠。四神獸之力。だが大魔の剣の眠るコログの森は魔物の手に落ち、ハイラルの姫であるゼルダの力も未だ目覚める兆しがない。元凶を憂えたハイラル王は急ぎ四神獣の繰り手を揃えるべくゼルダを使者とし、先の活躍で彼女の騎士に抜擢したリンクと共に各部族から選び出した四人の候補者のもとへ向かわせるのだった。ハイラル国王。得体の知れぬ異物を連れ歩くつもりか。打加农的那个城堡。はい。最后一次。フルアやロベリーとも話して、その方が良いと。今一度言うておく。
夢夢、己が使命を忘れるでないぞ。よいな。自分の役割は分かっています。必ず果たします。又开出一个人，哇，好多关哦！那个四万把也太多关了吧？哇塞，这真的是四万把吗？哦，这是算是小关卡了，是不是？对，小关卡是长这样。啊，那个叉叉这种的就是主线。啊，这就是去找那个嘛，五龙族。哦，这个是什么？蓝色就是已经打过了。啊，这种小小的啊，这个是类似技能的。所以我现在是要把每一个都解过咯。欸，这是那个马厩的那个图案。他一直在说要来这里。这种哦，脚胶这个，やりましたね。可以使用海莉亚锻造行会。哦，这个机器人干嘛？怎么跑掉了？哦，他是跟我讲可以打这个是不是，连击增加。強くなれたのでしょうか？赞哦！所以我要先打哪一个？我选择障碍。啊，就是要打这种支线才可以去升级这种东西吧？是不是？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哦，这个是头哎，所以这是萨达公主的，这是林克的，好像还没看到银帕的。卓拉族。不然我们就。照着那个顺序好了，旷野之息的顺序。他一开始是找这个米法，这个就是一连串的快打好了。哎，这个要购买了哦。他让你玩到这里，那接下来然后呢？原来是这样哦，所以我已经打完了。哦，等于是我没有付钱的话，就是玩这几关而已。这旁边还有四大关卡这样。哦，这应该也是要付钱吧？对啊。好啦，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打完了。蜥蜴战士，所以还可以自己。
一直打这些关，打小关卡，大概就是中间这个小地图啦，这块啦，没有买的话就是这一块。好啦，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吧，因为看来应该是已经打完了。操作起来是还蛮好玩的，跟那个以前在玩三国无双的感觉不太一样。尤其是在打王的时候，打王的时候就很像，真的很像之前在玩旷野之息那个感觉。好，那这个要怎么存档？要怎么存档啊？哦，上面可以那个，哦，还有挑战，哦。这可以干嘛？武器合成。哦，可以合成一把是比较厉害的武器，是不是？可以强化武器。哎，武器怎么不见了？哎，先随便选一把啊，试试看。哦，选一把，然后这些算是材料，丢给他，他会有经验值，然后一共可以升20级。哦，这样等于是升到6级，是不是？嗯。还可以再升，那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吃进去啦。嗯，哦，还有武器升级的系统，所以鹰帕奶奶也可以升级哦。我应该先换武器。要怎么结束它？哦，他按加可以进来这里，就是刚刚换武器的地方。自分にできることを、姫様は私がお守りします。哦，这里也有这个，这个是。背包哦，系统这边可以储存。那这个界面也还蛮像的，伊朗一些什么东西，林克的图片是英帕萨达公主。哦，这边还有一些动画。升那么多，嗯，好了，那今天就玩到这里吧。那应该有一点心动了，可能会买，不知道，之后再说吧。拜拜。